你清蒸鱼放这么多醋干嘛？谁说我做清蒸鱼了？我做的是西湖醋鱼。晚上吃什么呀？我快饿死了。清蒸鱼。你行不行啊？我看以前你南哥做的时候都不会放这胡萝卜。那是不是我现在叫他过来给你演示一下？你疯了吧？我好不容易打消尹南哥的怀疑，要真让他发现，我就完了。你到底有多喜欢秦以南？还是你心里觉得和我住一块儿，还是那么让你无法接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遵守合同约定。你清蒸鱼放这么多醋干嘛？谁说我做清蒸鱼了？我做的是西湖醋鱼。你到底有多喜欢秦以南？还是你心里觉得和我住一块儿，还是那么让你无法接受？这么简单的问题，我怎么能答不出来呢？不是喜欢。走吧，那你看够了没有？好好记住我刚才说的话，一言为定。周末把时间空出来，需要采集下数据。好的。